小镇历险。光头强，咋还没到大舌头的店呢？我们这才走了一半的路程。俺饿了，走不动了。要不咱们先找点吃的吧。嗯嗯。哎，好香呀！小鱼干，该去哪找吃的呢？别担心，咱们有。熊二呢？小鱼干，俺来啦！哎呀，谁这么好呀？这里扔了条小鱼干。哎呀，小鱼干可以跟熊大光头强一起吃啦。好重呀。给呀，动起来。太重了，这得让熊大和光头强来帮忙呀。啥声呀？哎呀，好疼呀，你咋回事呀？哪儿来的大花猫？你不要过来。熊大，是过来呀，快走。太惨了，我们都沦落到跟野猫争食物了。熊二呢？熊二，他又跑哪儿去了？好多蛋糕呀，好香。他有试吃，太好了。一看到试就啥都忘了。熊蛋，俺真的好饿，俺保证这次俺不闯祸好不好嘛。你在这待着，俺去拿。这么高啊！好滑呀！拿好，谢谢。不行啊，太滑了。哎呦，蛋糕，太好了。这是什么？熊大咋还不来呀？俺好饿呀。熊大，蛋糕拿到了。熊大，这哇，这是一只迷你熊。找东西装起来。谁弄的这是？太脏了！熊大，熊二，熊大。
跑不了了吧？什么东西？好痒！哇！放开我！迷你人！救命啊！熊蛋，抓到两个！我要把你们带到公园去，给小伙伴们瞧一瞧。熊蛋，光头强，这可咋办呀？完蛋了，完蛋了，都怪呀！谁来帮帮俺呀？熊蛋，好的好的，我走公园那条近路，很快就到了。公园？等等，还有一份加急的。太好了，快赶上了！快看，是熊二！熊二！熊大，光头强！熊二！熊二！熊二，真有你的！不小心！小心呐！赶紧让我的小伙伴们瞧一瞧，他们一定没见过这么小的人和熊。熊蛋，光头强，人都去哪儿了？我是不是来早了？嘿嘿，有了，我给小人来一次航海。啊，那想干什么呀？快放俺们出来！小伙伴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。嘿嘿嘿。巨浪袭击！这该咋办呀？你不是之前的大话猫吗？让俺想想哈。就这样，得赶紧。快过来，俺在这儿。再来一次，就差一点了。熊蛋，光头强，你们没事吧？我们没事。熊蛋，终于把你们救出来了。越来越有熊样了，不愧是俺的好弟弟。哼，还不是你惹出来的。俺使劲使劲的想办法，才把你们给救出来。熊二，快看身后。